哎，你也吸引，抓我。好，那你就抓对人了。插眼。我还是挺会练习的，好吧。一直跟他要板就可以了。他怕了。他没想到我直接下本。他以为我要翻过来，都是博弈。两个鸟流，小练习，该你了。哦，急了。哦哦，哎呦，不痛的，练习头晕，它是正常的。耶、给他坠机到一点，有点亏啊。野猪，你也行，你拱到了就行，你拱不到就要被骂。啊，阿杰了。哎呀，他能量好多啊，阿杰了。不过我也吸出来下一个鸟了，溜了四台吧，将近四台。你的反应再慢一点，我的猪。涅西啊，可惜你遇到我，我涅西也挺厉害的，我六涅西还是轻轻松松，只能说，妈呀，操，玻璃救不下来吧？天哪，我六三台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完蛋了，我不服气，我现在就抓你，等我啊。谢谢九川的两个心动盲盒，新潮应援啊！感谢九川，谢谢。来要这个点，再来蹭一个翻身家属。闪现开刀了，感谢徐欢的情书，谢谢徐欢，感谢爷爷酱宝宝的少女祈祷。一边遛鬼，一边看大的弹幕。啊哦哎！哈，压力拉满。你倒不如直接吃枪算了。对啊，你这个地方躲不了的。哎呦，
他挺精的，没有被骗。有三台了，这个正方形很好要的，跟你讲。啊哈！把这个练习要麻痹了，好吧。第二个闪现了啊！